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台东。那我们到我们今天晚要入住的饭店，下去 check in。Go go。哇！现在要进到我们的房间，我们是911。我们房号是九呀。我交代你准备的东西。有山有海的房间，你以为我辨不出来吗？别说大话，直接把货拿出来让我看。自己看看吧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型呢，是星光山海丽景房。这个房型不但能让你看到山景，也能看到海景。浴室采用干湿分离的设计，那这边也可以边泡澡边看风景。饭店提倡环保概念，所以一次性的备品都要自行去柜台索取哦。饭店除有超大双人床，还有干湿分离的浴室之外呢，更贴心的提供茶包、咖啡还有冰箱给大家使用哦。那饭店还有其他不同的房型，那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吧。Go！ 那我们现在带大家看到这间房间是星光海景双人房。没错，这个房型呢，它有两张单人小床，对，它还有一整面的落地窗，可以看到台东的海滨公园哦。然后非常适合朋友，然后还有同事一起来入住哦。好，那我们带大家看看下一间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房型是星光家庭房。这个房型呢，它有两个超大的双人床，可以让家庭一起入住哦。那家庭房一样也有超大的落地窗，可以看到美丽的山景哦。不过跟大家说个小秘密，凯旋星光它所有的房型都有落地窗。我们现在要吃早餐，然后大厅这边有非常多座位，我超级饿的。你看，我们可以吃下，看看有什么菜。这边还可以自己烤面包，还有提供各式的果酱，还有沙拉区给属于轻食的大家。然后饭店也贴心的提供各式的饮料，而且在饮料部分是属于24小时提供的，所以你晚上肚子饿或是渴的时候，也可以在这边喝饮料，非常贴心。饭店呢、啊，它有提供免费的脚踏车租借，然后我们可以去租借脚踏车，在台东地区到处玩。你要载我吗？没这件事情，请自己骑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到饭店租借脚踏车的地方。我们要来租脚踏车喽。这边有非常多脚踏车，可以供我们选择。粉红色。没错，粉红色就是我想要的。我们现在到露丝湖了。露丝的这两个字是白露丝那个露丝，一种鸟类。饭店公园呢，它南北宽约800公尺，面积约多少公？多少公顷？280。OK， 我们待会看。吃几组？三组，他一个人吃三组。是啊，是五啦。好，五组，不好意思，小看你。我们买到
海滨公园的在地小吃，是综合粉圆冰，就是好吃的大肠包小肠。从海滨公园那边骑过来，一下下大概5分钟路程的话就可以买到。这边非常多好吃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今天刚好都休息，没有办法吃到。那我们现在来吃哦。OK， 我们现在回饭店，然后我们现在走到那边，但是有点困难，因为我们今天骑脚踏车骑太久。看他现在这个姿势，我现在整个乳酸堆积，我的脚好软。好，那我要去开饭店的门。我跟你讲，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，怎么会有手就是帮我这样打开？不是，觉得蛮恐怖的。哎，快点，先敲三下。